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50至51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感谢神的话语。好，感谢主再次来到我们当中，大家一同敬拜。我们先低头一起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今天在主日的清晨带领着众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来赞美你。主啊，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是你先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大爱，用你自己奇妙的恩典来把我们召聚回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以下我们学习你的话语，让你解开你的话，发出亮光，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感谢赞美你，让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读的经文是创世纪28:1-22，刚才姐妹已经带领弟兄带领我们读过了，那么后来姐妹补充的经文非常好啊，选了这个跟他有一个回应啊，新旧约的一个回应。好，今天我讲的题目呢是来到伯特利啊，雅各来到伯特利。那么伯特利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神的殿的意思啊，伯特利就是圣殿的意思，就是神的殿的意思啊，圣殿。神的殿，它更大的含义就是指神的同在，就是指与神相遇的地方。许多的时候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感觉到，就是圣殿应该是一个非常雄伟的，应该是非常庄严的，应该是非常啊，这个建筑是非常的辉煌的啊，这个才是圣殿。那其实呢，在伯特利出现的时候，这个圣殿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是旷野，那个地方是什么都没有，但唯一有的就是什么？神的同在。所以雅各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就是这是一个通天的地方，这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神就雅各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圣殿。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一个房子造起来非常非常的很像一个教堂啊，或者是非常的雄伟，非常的你很庄严，但是神的同在已经不在了，那就不是圣殿。一个地方哪怕是很简陋，非常简单啊，如果那里有上帝的同在，那就是神的殿。如果你到中国去，或者到一些更苦的一些地方去啊，一些山农村里面去啊，我以前去一个中国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待了15天啊，我觉得15天对我来说已经考验很大了啊。这个房子都是很简陋啊，我特别难的是啊，这个不仅是睡觉啊，睡觉我觉得还可以，他睡的不是床啊，有些时候是木棍，上面弄点稻草啊，我觉得还可以。我最很难接受的是这个厕所啊，特别的糟糕啊。但是你没办法，你不可能一直憋着呀，憋2天最多了，对吧？啊，但是你在那个环境当中，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啊，过去那些传教士真的是好了不起，对不对？传教士比我更早，对吧？甚至几十年、几一百多年、200年，对不对？哎呀，那他们那个年代能够到这些地方来传福音啊，这太了不起啊，太了不起。但是那里就算很简陋，就算很糟糕，但是有神的同在，那就是神的殿啊。所以这个就是伯特利啊，来到伯特利。而且因为我要讲的这雅各为什么会来到伯特利，或者有些时候我们从雅各来到伯特利也可以反思，哎，我为什么会来到圣殿，我为什么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为什么会成为敬拜神的人。
所以第一个方面要讲雅各为什么来到伯特利，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我在分析。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因为时局的改变，环境的改变。雅各本来在家里面是非常得到母亲的宠爱的，他母亲很爱这个雅各的，但是以撒呢非常爱他大的儿子叫以扫，非常爱他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的母亲知道他的丈夫要快要这个年纪大了，那么犹太人的传统呢要给孩子祝福，一般给大儿子祝福，所以他妈妈想了一个办法跟雅各商量，说你打扮成你哥哥的样子啊，然后去欺骗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之前跟他的儿子讲，你去打猎过来，那做成美味给我吃啊。所以我简单的讲一下这段历史，因为在那里大家很熟悉。那雅各就打扮他哥哥的样子，因为他哥哥手上有毛，他手上没有毛，所以他就用这个外面的这个动物的皮啊，就披在自己的身上啊，然后摸起来好像也有皮一样，所以他就骗他爸爸做成美味，说爸爸你美味吃完了给我祝福。哎，以扫说，哎，我听听你的声音啊，以扫说，听听你的声音啊，像我大儿子的声音，像以扫的声音。但是我来摸摸你的手呢，好像是这个以扫的手啊，好像以扫的手啊，听听你的声音呢，像雅各的声音啊。那他也稀里糊涂的就这样就为他祝福了啊。所以我就觉得有些时候我通这个以撒的话当中啊，听听声音像雅各的声音，摸摸手像以扫的手。我觉得有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啊，听听声音啊很像基督徒的声音，但是看看你的行为啊很不像基督徒的行为啊，有些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其实雅各是用这种欺骗的方法得到了父亲的祝福，结果他哥哥就恨他，说等我爸爸死了那一天我就把你杀掉啊。所以他的妈妈也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赶紧叫雅各，你跑掉吧，你赶紧跑掉吧。本来他想得到用欺骗的方法得到长子的这个名分，结果呢他不但做不了长子，而且连一般的孩子都做不了，他要离家出走，无家可归，有家不能归啊，有家不能归，这是很痛苦的啊。所以他只能跑啊，只能跑。虽然雅各是圣经里面说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合神心意的一个方目的不能用不合神心意的手段去获取。或许这件事情本身上帝要拣选的是雅各啊，所以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很难理解，雅各这么诡诈这么不好，对不对啊？上帝为什么还要拣选他？这个下面可能会再讲到一点。但是雅各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他用不合上帝的手段去做，就像我们传福音一样，我们传福音叫别人来认识上帝，这个是没有错的，对不对？但是你不能用不合上帝手段的方法叫别人来信耶稣，这个是不好的啊，这个是不好的啊。我们需要进一个教堂，那也是对的，但是你不能用不合神心意的手段去做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就是不对了啊，这个就是不对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我们看到雅各，结果呢他就到了旷野当中，离开了温暖的家庭，一个人到荒野的这个野外，在那里露宿，席地而睡，以石头做枕头。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个时候的凄凉，那个时候的孤独可想而知，本来在家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下子来到旷野当中，满满的旷野当中啊，所以他到了那个地方，所以就是时局的改变，所以他不得已来到那个地方。有很多人来到教会，有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可能是因为一种环境的改变，是因为时局的改变，以至于他来到神的殿当中，以至于他能够遇见这位主。这是第一个方面可以看到。第二个方面呢，雅各为什么来到伯特利呢？是路途的停顿啊，是路途的停顿。本来呢，雅各是要到他舅舅家的，去哈兰家去的啊，这条路是路茫茫啊，这个路很遥远，很难走。
来到伯特利这个地方，他本来只是想停顿一下的。圣经说太阳下山了，啊，他在那里停顿，啊，结果在那里一停顿的时候，哎，在这里竟然遇见主了。有些时候人生的路不一定是一路直奔的，有些时候是需要停顿的，但是停顿有些时候或者就是一个机会。雅各就是因为这样，他本来的目的地是要到他舅舅家里去的，但是他走的过程当中，在这里停顿一下，结果一个机会在这里，他的信仰出现了很大的转机。在这里他遇见了神，神跟他说话，神给他应许了，一个简单的停顿给他带来改变，一个机会。也有许多人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短暂的停顿，可能就是一个机会，可能他的同学给他讲，哎呀，你到教会来吧，啊，来听听看。那他可能也只是到教堂里去，只是跟同学见个面，啊，或者说，哎，既然同学邀请了，我就去一下。哎，结果他去了一下，就在这里遇见神了。就相信主了，啊！我有一次有一个留学生，他到这个摩纳什大学读书，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孩子的父母跟我的一个同学是朋友，啊，同学是朋友，然后他就委托他的朋友，也就是我的同学，啊，给我讲，他说，我的孩子在摩纳什大学读书啊，你有空的话。方便的话，有需要的话，帮我就可以照顾一下他啊。那既然同学跟我讲了嘛，那我就去看他啊，在他租的房子里去看他。然后有一天我说，哎，你愿不愿意到我家来住住啊？哎，他说那好的。那我说你礼拜五来我家住住，因为我礼拜五有个青年一个团契，那我想请他到我家的时候正好有青年团契，那他可以认识一下大家啊，所以就请他到我家来了。那可能他当时就想，哦，这个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停顿嘛，啊，就是去一下也没有什么，啊，结果他一到我们青年团去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大家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哎，他就很喜欢这个氛围，非常喜欢这个，哎，后来他就每一次都来，啊，他说我能不能每个礼拜我都来，哎，他后来每个礼拜我都来，后来来了一段时间，他说我要信主了，啊，哎，就是一个路途当中的一个停顿。所以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雅各也是这样，他人生当中的一个路途的停顿当中，哎，他在这里遇见主了。第三个，这上帝的引导啊，很多的事情看起来都是很偶然。雅各走着走着，太阳下山了，好像走不下去了，就在那个地方住下了。哎，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啊，这个局势改变了，迫使他离开自己的家。然后往舅舅的家里面去，哎，这里面好像还有很多的啊环境的在改变，但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其中就隐藏着神的带领，好像有一只大手一直在牵引着你。所以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很多的事情的改变，哎，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哇，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啊，这就是上帝的带领。我小的时候有很多的志愿，有很多的想法，对不对？但是我最没有想到的是，我会去做一个牧师，啊，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啊，我没有想到会这个样子的，哎，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对不对？而且我自己蒙召读神学的时候，跟很多人不一样的，很多人是因为被感动啊，这个被上帝的爱感动啊，哎呀，或者说他。有上帝给他的呼召，然后他奉献读神学了，啊，我比较特别，我是读完神学，在读神学的时候才是被上帝呼召的，啊，这个讲起来比较惨，就不讲啊，我是读了神学，已经在神学院里面了，在神学院里面了，但我的老师跟我讲说，有的人读神学啊是自己进来的，啊，他说上帝只用他招来的兵。不用自己投来的兵，也不用别人叫他来的兵啊！我在想，我是不是上帝招来的，对不对？我是不是上帝招来的？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所以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第一次有一次通宵祷告的经历。
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啊，我来读神学，到底是我自己来的，还是别人叫我来的，还是教会需要叫我来的，还是上帝呼召我的？我就是很懵懵懂懂。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我要搞清楚。所以有一个晚上，我在上帝面前祷告了一个晚上。啊，这是我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通宵祷告。啊，那时我不知道什么通宵祷告，我就是一直跪在那里，我一直向上帝祷告，上帝你告诉我，我奉献，我读神学是不是你要叫我来的？你对我有呼召吗？你在我身上有旨意吗？啊，就那个晚上的时候，我有一段特别的经历，所以我就知道，哦，这是上帝呼召我。所以有许多的时候，你好像开始前面的一些事情，你觉得好像是一个巧合，是一个哎呀，可能，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很多的引导，上帝很多的带领。我来澳洲也是这样子的。啊，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到澳洲的，我觉得我的应该是在中国的，所以我在神学院里的时候，神学院里是有英语课的，对吧？我一开始我就放弃读英语了，没事吧？因为我觉得我是不需要英语的，对吧？那个时候觉得我应该回到农村去，我讲什么英语呢，对吧？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连普通话都不需要，连国语都不需要的，那本地话讲讲就好了，对吧？我怎么会讲英语呢？所以我觉得我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背单词，那么多时间会去读英语，那我还不如把这些时间用在读圣经上面，对不对？我还不如把这些时间用在祷告上面。我要花每天都要花这个那么长的一两个小时在英语上，那我花在圣经上，我不是更好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啊，所以我英语就很糟糕。但没有想到上帝对，后来进了南墨本了，对吧？我到墨本那个英语很差，那个过海关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人问我啊，他说问我是不是 holiday， 我就 holiday 是什么呢呀？我就从 Monday 开始数，对吧 ？Monday Tuesday 数到最后 no holiday， 对吧？我不知道 holiday 是哪一个的，对不对？搞不定清楚，因为我知道 day 就是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的。啊，但是数到三点也没有 holiday， 对吧？后来就稀里糊涂的就这样过了啊。那是现在我在学英语啊，所以我觉得哦，人生有些时候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的就像箴言书所说的一句话：“人心筹算什么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什么指引他的脚步。”你想的是这样，人应该是那样，但有些时候不是这样子。对吧？雅各可能做梦他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睡在旷野的，他想都没有想过的，对吧？他家里这么富裕，他怎么可能妈妈这么爱他，对不对？他怎么可能人生会有这个遭遇呢？他没有想过的，人生我怎么会这么倒霉呢？他也没有想过的，我怎么会落魄到这种程度呢？也没有想过的。但是你再把整个事情回倒过去看的时候，当初的时候你可能不明白，他再后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步一步，所有的时局，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当中。所以你自己在回想的时候，哎，你怎么会来到上帝的面前？哎，你会发现因为巧合，为什么原因？因为环境改变，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其实神在一步一步的引导你，神在掌控的。或许你自己的现在的环境也不怎么好，或者像雅各一样在旷野当中，但是也不要灰心。其实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遇见神。神也借着很多的环境在引导我们，在改变着我们啊，在一步一步在引导，一步一步在改变着我们啊。好，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雅各为什么他会来到伯特利。第二个方面要讲的是雅各在伯特利的转机啊，把雅各在伯特利他的生命当中有怎样的转机。第一个转机就是无路可走到通听的梯子啊，无路可走到通听梯子。雅各到伯特利那个地方的时候好像已经无路可走了，从环境来说他不能回去，从时间来说太阳落山了啊，这也算什么象征着世密的环境已经黑暗了，不能继续往前走了啊，在旷野当中没有参照物的，太阳下山了就意味着你不能再走下去，你想走也不能走下去，他只能待在这里，
就是说门已经关了，你没有办法走了，对吧？你只能走到这里了，这就是他的旷野。你回去你也不能回去了，你再往下走你也走不下去，太阳已经下山了，你不管哪，好像已经门已经关了，你走不下去了。旷野有许多的时候常常预表人生，我常常喜欢把旷野预表的人生啊，在旷野当中好像是最自由的，对吧？旷野嘛，到处都是嘛，啊，你往左走，往右走，往前走，往后走，往中走，往西走，啊，都是嘛，啊，都可以走嘛。但是处处都是路的时候，又是没有一条路是正确的，啊，好像每一条路都可以走，但又好像每一条路都是关闭的，好像又是无路可走的，啊，这就是旷野。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打转，旷野嘛，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嘛，对吧？旷野嘛，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人在旷野里面会迷路的，啊，人在旷野当中有许多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你这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你好像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你好像又没得选择。你好像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又会发现什么都不能做。这就是，这就迷茫，这就徘徊。这就是旷野，这就是在旷野打转，你不知道应该是怎样去做的，啊，所以雅各在那个时候就是落在那个旷野当中，无路可走，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出来，要又走啊，他到底怎么样，情途怎么样，他都不知道的，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无路可走的状态当中，无论是他当时候的确实的一个时间的环境，还是他整个人生面对的一个环境。都是这样，就是这样，太阳就是下山了，黑暗已经来到了，茫茫的旷野当中，你的人生就落在这样一个境遇当中。但是他却梦境了一个通听的梯子，哎，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通听的梯子是有一个预表的意义的，它是预表耶稣的，啊，就像刚才我们后来选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五十这个解到后面的章节里面，耶稣跟拿大也讲了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就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可以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也就是说耶稣就是那个通听的梯子，可以上去可以下来，哎，可以上去可以下来，是通听的，人是不能通听的，啊，讲到通听的梯子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旧约还有一个，啊，那就是巴别塔，知道吧？巴别塔，人造巴别塔的目的就是啊，就是想通天。哎呀，我要找一个巴别的塔，塔顶通天，对不对啊？跟上帝可以比高低，或者说人可以直接到上帝那里去。哎，我要造个巴别塔，所以人很多，那个时候人很厉害，我一直造造造造，结果巴别塔有没有造成功呢？没有造成功，啊，没有造成功，瘫掉了，不行了，还变乱了口音，对吧？害得我们现在学英语学的那么辛苦，对不对？啊，哎，巴别塔，巴别塔也是要通天的，但是巴别塔是人造的，是用人的办法去通天，所以巴别塔跟通天梯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巴别塔是想借用人的力量、人的本事、人的修行、人的所有的一切，以为可以通天，啊。现在有很多人直接这种思想，靠修心养性，对不对？靠我修到一个程度，我冥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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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个程度通天了，对不对？或者通过道德的改善啊，我的道德变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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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了，通天了，啊，或者通过科学，对不对？啊，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通天了，啊，但这都是巴别塔，这是不可能，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而是说这些东西不可能达到上帝的面前。啊，这些东西是不能来到主的面前的。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什么父那里去。所以任何的一些这些东西，包括宗教，所以本质来讲，其实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如果从信仰生命的角度来说，如果你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你可以说，哎，基督教也是个宗教。但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说，它不是一个宗教，啊，它是一个让我们带到上帝面前的一个生命的路。啊，借着耶稣基督，他达到主的面前，因为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啊，可以让我们到主那里去。所以，当我们生命无路可走的时候，或者说一个人生命的终极的出路没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要想无路可以走的时候，
耶稣就是我们的道路，他就是那个通听的梯子。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是无路可走的，不管你现在怎么样，但是人走到最后的时候，你还有路走吗？你没有路走的。所以有一个哲学家，不知道谁说的，忘了啊，他说每一个人前面有一个东西在晃晃晃，那就是我们的理想，那就是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看不太清楚，他一直在晃一直晃，你就拼命追啊拼命追啊追啊追啊，最后终于追到了，发现那个黑顶是一个棺材的时候，啊，就是人就是这样子，人拼命努力拼命就这样奋斗奋斗，到最后谁能够逃避死亡呢？对吧？那就是人生命的终极，在地上的终极，谁都是一样的，啊，你是皇帝也好，你是老百姓也好，你是谁都是一样的，人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人怎么能够走下去？啊，北大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记得那个有一年啊，有一个北大的学生跳楼了，啊，他跳楼自杀了，啊，现在自杀的人很多，啊，自杀很多，啊，在我所在的过去所在的那个城市，在宁波，啊，上次报纸登出来，每年自杀成功的500个左右，啊。自杀不成功的，想自杀但是没勇气自杀，或者想自杀后来被人抢救过来了，再成立一个师，5000人，就一个小小的城市，自杀成功的有500人，啊，所以经常每年开学啊或者什么，经常会发现学校里现在连小学生都有跳楼的，啊，连小学生都有跳楼。北大有那个还跳楼的时候，他说我读初中的时候，我以为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以为读高中我就明白了。读了高中的时候，我还是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我以为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人生的意义，我读了大学的时候我还是找不到。我以为我读了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了，等我读研究生硕士读完的时候我还是不明白。我以为读了博士我就明白了，现在我已经读博士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他说人生的结局如果只是死的话，那早死跟迟死有什么区别呢？我又活得不开心，我又活得不快乐，那我又何必让我的痛苦延长时间呢？最后都要死吗？他说那我早死跟迟死有什么区别？我为什么要让我的痛苦不断的在我的人生上延续？因为他找不到，所以他就跳楼了，啊，他说我要早一点结束我的痛苦，因为到最后还是死，那我又何必让痛苦不断的在我的身体上延续，啊，所以他就结束了。人有许多的人就这样，因为他人生觉得无路可走，绝望，人生无路走的，因为他觉得生命的终极就是没有路的。但是感谢神，神告诉我们他是有路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什么生命。接着他可以到父那里去，这就是什么通听的弟子啊。对雅各来说，他的人生啊走到困境了，觉得无助了，没有办法了。耶稣来了，给他出路，给他一个通听的道路，给他看见。所以对我们属灵的生命，对我们里面的生命，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都是这样。当你感觉到无路可走的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在旷野当中的时候，来到他的面前。对你的人生来说，太阳已经下山了，黑暗已经来到了，你要来到主的面前，来仰望他，来投靠他。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他的改变转机，无路可走到通听的梯子。第二个方面，雅各生命的转机在伯特利发生了什么呢？他的懵懵懂懂到亲身经历，这是他对神的认识。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懵懵懂懂，雅各在伯特利之前，啊，在来到伯特利之前，圣经里面没有一次提到有关雅各在信仰方面的记载，没有的。圣经里没有一次提到说雅各信基啦，雅各做祷告啦，雅各说耶和华神怎么怎么啦，从来没有，啊，在伯特利之前圣经是没有记载雅各有关信仰方面的记载的。我想他的爸爸妈妈一定告诉过他，啊，我们的爷爷亚伯拉罕从加利底乌尔，啊，在那个时候怎么样上帝跟他说话，怎么呼召他，叫他要到指示的地方去，对吧？啊，往雅各指示的地方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啊？
哎呀，本来妈妈是不会生孩子的，对不对？后来怎么样，对吧？或者爷爷奶奶是怎么样，对吧？啊，奶奶那个时候也是不会生孩子的，怎么样祷告，对吧？哎，上帝怎么样眷顾他啊？本来以撒要献上的，后来上帝怎么预备了一只羔羊？哎，我想看肯定，因为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他们都有很多的这样属灵的经历在里面的，啊，属灵的经历在里面的，他肯定会跟他们说。啊，跟他们说这一段的经历怎么样这样，所以对雅各来讲，哦，上帝这样这样这样，哦，这样，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自己从来没有跟上帝有相遇，或者说有祷告？圣经至少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啊，他就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想雅各在他的心里，上帝的概念是有的，但是对上帝的概念是懵懵懂懂，啊，懵懵懂懂，他自己并没有亲身的有经历到。或者有确信哦，这个上帝是这样子的。有很多，特别是基督徒家庭出生的孩子，都是这样。像我就是我爷爷那个时候就开始信了，对吧？然后我的整个家族里面，我爷爷第一个信。后来我爷爷有三个弟弟，后来他把这三个弟弟带起来信，啊。我爷爷的爸爸，我们那个弟弟叫太太啊，这个其实他是不信的，而且不仅不信。而且是他在偶像的庙里面，他是头头，你知道吧？他是头头。后来他三四个儿子都信了，那后来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在造偶像庙的时候，要给偶像造庙啊，他的名字都刻在庙上面，啊。结果在造偶像庙的时候，他跟他的助手去埋木头，结果有一根木头倒下来，结果把他那个助手给什么给压死了，压死了。那一天他回去就到庙里去骂这个偶像了，他说：“我来给你造的，你把我这个人都压死了。”他说：“你还会有吗？你还能保佑吗？”结果他就把名字给弄掉了。然后他说：“哎呀，我还是跟我儿子信耶稣去吧。”后来他也信了，啊，后来他也信了。那我就我爸爸，然后我们家族现在全部加起来的话，从我爷爷那一代算起来的话，已经300人，但是没有一个不是基督徒的，都是基督徒的。啊，但是对我来说，从小的时候来说，信仰对我是懵懵懂懂的。你问问上帝有没有，我说是有的。但是你说我里面有多少确信，有多少把握，这个又很难讲。所以，因为爷爷告诉我，爸爸告诉我，奶奶告诉我，反正他们都告诉我有上帝的，对不对？他们讲了他们的一些经历，但是对我来说是懵懵懂懂的，啊，懵懵懂懂。那雅各从懵懵懂懂到什么？后来亲身经历，信仰不再是遥远的过去的故事，他改变了，上帝跟他说话了，啊，雅各亲身经历到上帝了，从父母祖辈口中的上帝成为他自己的上帝，或者从你朋友同学口中的上帝变成你自己的上帝，或者从牧师口中的上帝变成你自己的上帝，雅各就这是神的殿，也是听的门。然后他就住祭坛，他第一次住祭坛，他第一次祷告，他第一次向神许愿，他开始祷告了，圣经记载他祷告了，虽然他的祷告不怎么样，啊，有的人批评他雅各的祷告不好，因为雅各祷告好像你祝福给我怎么样，让我有衣服吃，有东西吃，有衣服穿，平平安安，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要献上1/10给你，那很多人这个批评雅各的祷告，那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祷告，从严格意义来讲，雅各这个祷告是有一点点的问题的。好像跟上帝在谈条件一样，但是你要记得，这是雅各第一次祷告啊，他就能够祷告到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啊？他都知道1/10的奉献了，有很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基督徒还不一定做得到了。雅各第一次，他向上帝这样的祷告，所以我是比较认可雅各这个祷告，虽然有一点瑕疵，但是很不容易了，他遇见神了，他改变了，就像我们的小孩子叫父母一样的。我的孩子第一次叫爸爸的时候，他不是叫爸爸的，他叫大大嘎嘎，就是这样的，我很开心了，对不对？虽然叫的不怎么好，他有些时候跟我讲话讲的东一句西一句，听不懂，对吧？但是你还是很开心的，他终于开口了，终于跟我交流了嘛，对不对？他后来慢慢的就会成长了嘛。雅各后来就不是这样的，到老年的时候，他扶着杖头敬拜神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他从懵懵懂懂到亲身经历。第三个方面，从一无所有到丰盛应许。雅各离开家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了，他真的，他本来想用自己的手
断夺得长子的祝福，但是结果呢一无所有，但是神给他极大的应许。神在梯子以上的时候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我将其的躺卧之地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连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何等大的祝福，神给他的应许的过去一直延续到遥远的将来，从雅各信在说躺卧之地，一直开展到四面八方。从环境的角度来说，你现在躺卧之地一直到东南西北开展，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是从地理环境来讲的。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从现在一直要到遥远的将来，我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都保佑你，令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从现在到将来，神都给他应许啊，神就祝福给雅各，与他同在，陪伴他，保佑他啊！神要复辟他，领他归回，神要带领他，不离不弃，对吧？一直要与他同在，直到成全上帝的应许。本来是一无所有，到丰盛的应许。渴望你的生命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即使你一无所有，但神要给你丰盛的应许。所以让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不管你是已经是基督徒还是慕道友，让我们在这里遇见神，并得神极大的祝福，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再次把雅各这样的雅伯特利的一个经历摆在我们面前。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都有你的带领，都有你的恩典。主啊，也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方被改变，让我们在这里真正的遇见你，真正的经历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